是文革结束以后，我们中国福学院最早期的毕业的这个高材生，也是我们的这个师长。那么法师从福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福建弘法，特别是在岭南福学院推动整个深教育的教育工作。那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法师又在西园推动这个深教育的工作。法师不仅仅是在推动深教育工作，也同样在很多的这个地区把佛教的这个思想和理念来向我们所有的信众做一些推广和弘法工作。这个法师的足迹是遍及我们很多的国家和地区，让很多的信众也感受法益。特别我们法师这个近些年来出版的一系列的人生佛教的著作，也给我们整个教界的很多同仁呢很多的启示。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热烈的掌声欢迎法师为我们开始。尊敬的庄信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阿弥陀佛。非常有幸这次因为跟着这个早知树的新脚团啊，刚刚到峨眉山朝拜的普贤菩萨，然后又有这样一个殊胜的因缘到这里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普贤菩萨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修行的内容。这几年来，我从1996年就开始弘扬普贤行愿品，那么尤其这2年啊，我特别的意识到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修行啊非常重要。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其实在我们汉传藏传这个传统上都很重要，都很重视。我们汉传的每天的早晚功课里边啊，88佛啊大忏悔文，那么其中呢就有关于普贤行愿品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大忏悔文里边，主要是以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内容啊，主要是作为一种忏悔，通过修十大行愿帮助我们忏悔。那么在藏传佛教里边呢，它把它归结为七支供。这个七支供的内容只要也是作为这个集资进藏的这个修行内容，在整个修行里边它是作为前行的这一部分。因为修行任何一个法门啊，首先都要修前行。这个前行它主要要完成的是就是积累资粮，忏除业障，成佛。就像我们出门一样，我们需要准备这个就是兵马未动啊，粮草先行啊，先要这个准备资粮钱粮。那么同样我们修行首先也要积累资粮，然后忏悔业障。那么积累
做对这个气度空性的修行啊，首先需要做一个良好的心理准备、心理基础，也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气度空性，想要成就活菩萨的品质，活菩萨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大慈悲和大智慧。我们要成就活菩萨的品质，我们想要气度空性啊，那么首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心灵氛围、心灵环境。那么这个功夫呢，也就是关于集资进账的修行，积累资粮忏除业障的修行。当然我个人在这个修学普贤行愿品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普贤行愿品其实是代表着普贤菩萨的他的这个修行，所以普贤行愿品呢，它是普贤菩萨他自己在这个修习菩萨道的过程中他的经验，他把他的经验呢，就是告诉我们，在佛教里面，其实每一个菩萨的这个他的修行啊，都有自己的经验。比如说像这个《楞严经》的25言通章里边啊，就是有25位菩萨讲的他们每一个人自己啊，在这个解脱道或者在菩提道中的修行的经验。事实上，每一个菩萨，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乃至十方诸佛，像阿弥陀佛啊，像药师琉璃光如来呀、就是每一个佛菩萨，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修行的一套方法。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是普贤的十大行愿啊，事实上呢，它是普贤菩萨他个人，他这个修行菩提道的经验，他的菩提道的经验啊，这个内容主要也就是十大行愿，所以我觉得这个普贤行愿品，它不仅仅是一个前行，同时它也是菩提道的一种正行。在我前两年在弘扬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我曾经啊给它归纳出两句话。这个两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的无上观修，菩提心的无上观修，佛陀品质的临摹方法。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普贤行愿品啊，是它是体现的菩提心的最好的修行方式，同时呢，普贤行愿品啊，也是帮助我们直接的去临摹佛陀的品质，就是如何用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调整到佛陀。我们大家如果学过书法的人，我们都知道临摹，临摹也就是我们拿一个书法的一个字帖啊，我们去临摹啊。那普贤行愿品事实上它就是给我们提供的一种，你怎么样去用你的心去临摹佛菩萨的心，他直接给你提供了一个临摹的方法。所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呢，这个整个华严的境界啊，它是导归普贤行愿的。所以普贤行愿品它是建立在华严的建立的基础上，所以应该说它在佛教里边啊，它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修行，极高的修行，绝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应该它是无上法门，它是最高的法门。如果我们能够按这个普贤行愿品去修行啊，我们可以直接修成佛啊，可以直接修成佛啊。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修习普贤行愿品呢，只是念一念而已，我们从来都没有照这样去观想，我们只是念一念而已，对我们的修行啊，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讲一讲普贤行愿品。
观修，观修。那么作为一个法门的修行啊，尤其是作为普贤行愿品这样一个至高的法门的修行啊，首先它是需要有基础的，首先它是需要有基础，就是在我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呢，因为我意识到了，其实佛法的修学啊，每一个法门它就是代表着一个修学的体系，它是代表着一个修学体系。那么一个修学体系呢，它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内容，就像八正道，八正道就是一个完整的内容，所以任何一个法门，如果你要修善气啊，你必须要具备相关的几个要素，有几个基本的要素。如果你忽略了其中的某一个要素啊，将会对你的修行会造成困难，也可能你修到某一个程度你就修不善气了。那么这些要素是什么呢？我把它总结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修学体系，它应该是要具备五个要素，五个要素。这个五个要素就是，第一个就是皈依，第二个就是发心，第三就是戒律，第四就是正见，第五就是止观，五个要素。就是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啊，都应该要都离不开这个五个要素。如果我们忽略了某一个要素啊，那么将会对我们的修行造成困难。尤其是皈依和发心，这是我们修学佛法不可以缺少的基础。当然过去我们这个传统的佛教啊，比较重视的是哪一块呢？比如说比较重视的是这个像这个戒律，空性的戒律这一块。那么也有的人重视禅，重视禅修。那禅修这个禅修啊，需要有戒律作为基础。禅就是在就是止观，止观跟正见，这个就像人的两个脚，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缺一不可的。如果说我们光是我们修禅，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戒律，那么这种修行一定是难修瞎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那这种修行是很危险的，那就是像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修不出来还是小事，有可能会走火入魔啊，因为你没有戒律，没有眼睛嘛，你到底到哪里？因为人的心灵世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不知道解决什么，你要解决什么问题，你有可能很可能会执着一些幻想啊、烦恼啊、我执啊，把它当作是空性，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有见，这个我们学了很多教理，可是不进行不把它落实到，不能不修止观啊，不修禅啊，不能把它落实到止观上，那我们呢所有的这个知见啊，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一种认识，没有通过止观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知见上我们学的也不会深刻的，也不会深刻的，那么就会留于一种闲谈。所以我感觉我们现在佛教界啊，大体上很多人学佛啊，其实多半存在两种情况，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学教的人很多就会落于闲谈。中国佛教的传统啊，就有这种闲谈的分歧。你看魏晋南北朝的闲谈，很多人学了经教之后夸夸其谈，但用不起来，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蛮修瞎练，有一些重视修行的人，他不学经教，排斥经教，
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啊没有多大帮助，浪费时间。那么这种人呢也是蛮多的。那么这种人可能一生都在糊里糊涂的，要不就走火入魔，要不就修行的糊里糊涂的。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佛法，事实上它是博大精深。你看佛教有南传、有藏传、有汉传，每一个宗派啊都有很多的经典啊、论点啊。所以我觉得多数人呢修学呢，我感觉呢也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不得要领，有的人修学佛法多年，看过很多很多经论，但是他根本就抓不到佛法的要领，佛法的要领究竟是什么，抓不住，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偏执一端，持戒的人觉得我只要持戒就行了，觉得我只要持戒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参禅的人他就觉得我只要参禅，我只要一句话头我就能解决一些问题，念佛的人他觉得我只要一阿弥陀佛就可以的，学校的人觉得我只要学校就行了，就是偏执一端啊。偏执一端在佛法的修学上多少也能够得到受用，不是不可以的。如果我们要念佛的人好好念啊，参禅的人好好参啊，如果正确的话也能够得到受用，不是不可以。但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佛法的修学完整的认识啊，所以偏执一端往往就是停留在某一个境界上，你就上不去的。你在修学上啊，只能是修到一定的程度啊，你就会停在那里，你再也走不动的。所以呢，就是几十年啊，这个修学啊，就修不上去。所以这个修学佛法呢，我们需要知道，在佛法的修学中，确实它有它的一个这个完整的内容。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佛法的它的主要要领，这个主要要领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五个要素，就从皈依开始修，皈依和发心啊，这是整个修学佛法不可缺少的基础。那么修学佛法首先就是要修皈依，我们在座的我相信啊多数人肯定都已经皈依过了，可是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我们皈依的动机是不是很正确？我们是不是为了出离轮回的苦啊？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意识到佛菩萨的功德？我们真正的意识到佛菩萨的这种伟大，我们才产生了皈依之心，还是稀里糊涂的皈依？我们还需要问一问，我们皈依了之后，三宝在我们心目中有多？这个分量有多重？佛法对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影响？这个影响有多大？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皈依？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对自己的皈依啊进行重新的审视。我们皈依三宝，是以三宝作为依赖，作为归宿。那么最主要呢是要保持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保持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这是我们修行的根本。如果三宝在我们心目中没有分量，佛法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吗？佛陀所说的法门我们会把它当作一回事吗？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在我们心目中没有分量的东西，我们就一定不会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皈依了之后，最主要是要保持对三宝的信心。我们需要非常明确，三宝和我们的关系，三宝对我们的作用，佛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修学佛法的目标，那就是佛陀。佛陀也就是要成就佛陀的品质，
学佛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佛，成佛成什么呢？成什么？那就是要成就佛菩萨的品质。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很明确。可是我们如果要成就这样的一种目标，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方法。如果没有方法，没有途径啊，那肯定是不可以的。世界上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方法，没有方法是不行的，尤其是正确的方法。那么成佛的方法，当然佛教里边，从我们修学来说，其实不外乎两个目标，一个是解脱的目标，一个是成佛的目标。解脱的目标就是成就阿罗汉，成佛的目标呢，就是这个菩萨道的目标就是成佛。如果要成佛呢，那么我们要遵循的就是菩萨道的方法，菩萨道的方法。如果我们要成就解脱呢，成就阿罗汉呢，那么我们就要遵循这种解脱道的方法。所以佛法呢，是帮助我们完成解脱，完成无上菩提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么我就要问大家，我们对这个方法升起信心了没有？你相信不相信这种方法？尤其是你自己想不想解脱，你想不想成佛，这个是关键。如果你不想成佛，你想当众生，你觉得我这个众生当的不错啊，我现在的生活条件很好啊，那佛法对你就没有戏了，就没有用了。所以呢，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这个，我们想要成佛，我们需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了方法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有好的老师指导。这个老师指导就是僧啊，佛法僧啊。如果没有好的老师指导啊，再好的方法还是方法。所以在佛经里边啊，特别的强调就是要亲近善知识。好的老师，好的引导，是我们修行啊成功的一大半，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成佛修行的宝藏。我们现在的众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缺乏善知识引导。我看整个佛教界啊，多数人学佛啊都很困惑，都很茫然，不知道怎么学。皈依了之后，很多人皈依了之后就成了孤儿了，没人管了。然后自己啊在那里东看一本书，西看一本书，听这个出家师傅给你讲一个法门，那个出家师傅给你讲一个法门，其实哪一个也修不起来。就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蛮可怜的。为什么？就是缺乏一个很好的引导啊，很有刺激的引导啊，这个是很关键。所以佛法生三宝，需要有佛法生，我们需要对佛法生啊，生起依赖的心，生起信心。这种强烈的信心啊，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保障。因为我们如此以来，我们的生命一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人格啊，事实上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现有的凡夫心。如果我们能够对三宝升起真切的信心啊，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从自我中心的状态里边走出来，开始以三宝为中心啊，开始我们新的人生旅程。那么我要请问大家，我们有哪几个人说我已经真正对三宝升起信心了，我已经开始了从自我中心走出来，我已经开始以三宝为中心啊，开始我的人生。我们有哪几个人敢这样承认？如果说我们不能以三宝为中心开始我们的人生啊，我们虽然是在修学佛法，但是因为我们始终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有的修学啊，事实上都是将会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我们所有做的一切都会被凡夫心所利用。最后所做的一切都是顺着我们个人的习
跟真正的修行啊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真正的修行一定是要以三宝为中心，当然三宝为中心也不是说一定以某一个人为中心，而是以佛法师以佛法为中心，亲近上师时依法得解脱啊。那么这是我们修学佛法必须要具备的基础，那就是对三宝啊升起真切的信心。我们对三宝有，我感觉呢，我们对三宝啊有几分信心，佛法对我们就会产生几分作用。如果我们有一分信心，那么这个佛法可能对我们只有一分作用。如果我们有五分信心啊，这个佛法将会有五分作用。如果我们有十分信心，那么佛法对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十分的作用。因为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也就意味着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因为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也就意味着佛法对我们能够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事情对我们影响就会最大。如果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事情，它对我们的影响将会很小。就像这个世界每天要发生多少天灾人祸，真正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事情并不多。真正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一定是我们觉得有关系的，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它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觉得不重要跟我们没关系的事情，即使天塌下来啊，你也不会皱一下眉头，因为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你觉得不重要。所以我们培养对三宝的信心，对三宝升起的归因之心啊，这是我们修学佛法不可以缺少的基础。那么有了皈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的是发心，我们需要的是发心。那么通常这个发心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发心。我们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在发心？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其实不管我们还是学佛还是没有学佛，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们心的参与。如果没有心的参与啊，我们是不会做任何事情。就像这个桌子它能做什么事吗？因为它没有心，它不会做什么事，它自己不会主动的做什么事。就像这个环子它也不会主动的做什么事，它必须要人让它做什么，因为它没有心的参与。那么我们有情呢，因为我们有心，所以我们心是具有选择，心是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一切为心造。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啊，都离不开我们心的参与。只不过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很重要，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客观上的结果，我们很少去关注自己的心，我用什么心在做事，这是我们所以没有想到的。可是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这对我们一个人来说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就意味着我们会成为什么，不是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事实上都包含着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呢，我们将会得到什么，还有一种结果呢，我们会成为什么。大家要记住，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一种外在的结果，就是你将会得到什么。另外一种是内在的结果，你将会成为什么。那么我们用什么心去做事，就意味着我们将会成为什么。如果我们用贪心去做事，
的相续。这种汤的相续啊，将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重要力量。我们用嗔恨心去做事，这个嗔恨心将会成为在你的生命中将会成为一种汤嗔恨心的相续。那么这个嗔恨心将会成为你生命的重要力量，你会成为一个嗔性人。如果我们用强烈的自我的心去做事，我们将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将会在形成这种强大的我执。这种强大的我执啊，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要力量。其实呢，我们之所以是凡夫，我们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一直都在用凡夫心在做事。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只追求客观的结果，我们从来不会去关照我们用什么心在做事。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用凡夫心在做事，所以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我们这种世间的能力，同时也形成了我们现有的这种凡夫的品质、生命品质。我们的行为将会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将会成为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将会成为我们的人格，我们的人格啊，就是我们现有的生命素质。所以你每天想什么，你每天做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比你赚外面赚多少钱啊，你拥有什么，你是什么，比你拥有什么，这个要重要百倍、一千倍、一万倍、一百万倍。你拥有什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可是你是什么？你是什么？这种生命的相续啊，将会长时间的影响着你，甚至在你没有能够改变它之前啊，它将会就会来这个影响着你。你想想。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现有生命的过患，我们不满意现有的生命，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改变？那就是要从发心开始改变。要从发心开始改变，因为学佛事实上所要做的无非就是改变自己的心。学佛不是要成就外在的结果，不是要啊造出一辆飞机啊，或者人造卫星啊，或者盖一栋大楼啊。学佛的结果不是在生命以外，而是在生命里面，那就是你的心。那么改变你的心从哪里开始改变？那就是从发心开始改变。从发心开始改变。那么，所以我们学佛需要一个正确的发心。过去呢，我们更虽然很多人也都在讲发心啊，但是更多的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说法，当作是一个口号，叫口头禅啊。每个人都在说啊，你要发心啊，发心啊，到底怎么发心？到底发什么心？到底怎么样去发心？发心有什么标准？什么心可以发，什么心不要发？其实发心的关键就在于叫你发什么心，什么心要发，什么心不要发，什么心要发，要发出离心，要发菩提心，什么心不要发，不要发贪心，不要发嗔心，不要发我执的心，不要发愚痴的心，不要发自私的心。所以发心还包含着不发心。不是发心，不是让你的所有的心都要发的，不是所有的心都要发。所以发心呢，其实主要就是两种心，一种就是发出离心，一种就是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发出离心呢？发出离心，它的目标就是根据这个，跟我们学佛的目标是有关系的。我们学佛事实上所要做的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舍凡夫心，舍弃凡夫心，也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凡夫的这种心，以及由这个凡夫心所形成的我们现在的这种凡夫的这种品格，这种生命品质，就是我们要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成佛，要成什么呢？那就是要成就佛菩萨的品质。我们要像佛菩萨一样，佛菩萨的生命的品质是什么样？我们希望也成为像佛菩萨一样，拥有像佛菩萨一样的品质。如果有一天我们拥有佛菩萨的品质呢，那我们呢？那我们就是成佛了。所以从发心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就是发两种心，一种就是发出离心，发出离心主要是帮助我们舍弃凡夫心。我们要舍弃凡夫心，我们就必须要发出离心。怎么发出离心呢？那就是深刻的意识到轮回是苦啊，深刻的意识到轮回是苦。那么这个是我们发起出离心的前提。很多在家居士说啊，我们在家居士也要发出离心吗？啊，如果我们在家居士发了出离心，我们怎么过日子啊？在家居士要不要发出离心？我觉得在家居士一样也要发出离心，只不过这个发的方式跟出家人不太一样。当然，他不像不能像出家人一样，这个过着一种出家生活，在家居士还要在五欲六尘里面打滚。但是在家居士如果不发出离心的话，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学佛就不会有深度。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心，我们没有想要出离轮回的话，我们的学佛就不会有深度。所以在家居士呢，一样也是要发出离心，要深刻的意识到轮回是苦。如果在家居士如果能够发起出离心啊，我们对世俗的执着啊，对轮回的执着啊，对五欲六尘的执着，自然会减少的。我们有了出离心，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我们就会更轻松，痛苦就会更少，我们对世俗的执着就会更少。所以有了出离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的前提。相反，如果没有出离心这个前提啊，你对世间充满了贪着，你的修行是很难的。你想每天靠一个钟头或者半个钟头念佛，就可以把你的万心平息下来了，那是做梦。为什么？每天有24个小时，你用半个钟头来培养正念，然后还有20个小时，你都在培养凡夫心，而你的凡夫心又是无始以来的积累。你现在培养的正念啊，连一个2岁的婴儿都比不上，而你的凡夫心早已经成为大力士了。你现在让一个1岁的婴儿去跟大力士打架，你就想打过他了，那可能不可能啊？那简直就是不可能。可是如果我们有出离心作为前提啊，我们的凡夫心啊，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弱，因为凡夫心的基础啊，凡夫心是建立在执着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对轮回啊没有任何的期盼，没有任何的执着，这种执着的心脏啊，那么所有的凡夫心啊，这个虽然它是一个大力士，可是它没有饭吃，我们给它一个月不给它吃饭，半年不给他吃饭，那这个时候就只是2、3岁的婴儿啊，也足以战胜大力士。因为这个大力士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已经饿了，根本就是，这个时候你战胜他的可能性啊，就会比较大了。所以呢，出离心啊，对我们在修学上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当我们拥有了出离心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出离心啊，需要把它扩大，需要把它扩大，不要只想着自己出离。我们还要想着在六道中啊，还要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些众生啊，在过去世啊，跟我们都有过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啊，他们还在轮回中受苦啊。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一份出离心啊，把它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也就是原来我们想着出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只是装着自己一个人。那么现在，我需要把它，需要装更多的人，需要把所有的众生都装进去。那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修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啊，还要修菩提心。很多人啊，都受过菩萨戒，受过菩萨戒呢，这个也就是菩萨，也就是在这个上来说，你已经取得菩萨的资格。但是，几乎所有的人呢，当然也不敢说所有的人呢，多数人呢，都只是取得菩萨的资格。起的菩萨的这种形式并不具有菩萨的内涵，并不具有菩萨的内涵。那菩萨的内涵是什么呢？菩萨的内涵是慈悲呀、菩萨的修行是什么呢？菩萨的修行就是修慈悲呀。怎么修慈悲呢？那就是要从发菩提心开始。发菩提心就是帮助我们修慈悲，你每天想着利益一些众生，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具有这个慈悲的这样一种品质。我们的悲呀、其实通常的人是很，我们的悲悯之心是很狭隘的，如何把这一面悲悯之心扩大成无限，那就是一定就是要修菩提心，一定要修菩提心。所以修菩提心呢，这个是菩萨道的根本。所以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汉传佛教的传统啊，我们很多人我们直接就受了菩萨戒，但是在印度的传统里边，就是空有两宗啊，中观唯识的这个传承里边啊，他们有观受菩提心的仪轨，包括像藏传佛教的像菩提道师弟论啊，也有观受菩提心的仪轨。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受菩萨戒之前，首先要受菩提心。通过受菩提心的这种仪式啊，你在菩萨的，你在这个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宣誓，我的生命就是要以利益一切众生作为我的目标，然后发出这个宣誓之后啊，要把这个样的一种愿望变成自己真正的想法。如果你要把这种愿望变成自己的真正的想法，你要每天都要修，每天都要白天修，晚上修。那么这几年呢，我也专门为这个传授菩提心啊，编写了一套仪轨的修习的方法。我们在这个戒杀律师啊，也有曾经有传授过这个菩提心的仪轨。我觉得在受菩萨戒之前，受菩提心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通过传授菩提心，我们通过修菩提心，如果有一天利益一切众生成为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真正的想法之后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受菩萨戒啊，我们自然就是一个合格的菩萨，我们自然就是一个有内涵的菩萨，我们自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菩萨。否则呢，我们虽然受了菩萨戒，远远都是没有内涵的形式的菩萨，而真正的菩萨似乎都是泥塑木雕的，在现实中看不到。这也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虽然说我们大家都受了菩萨戒，可是呢，真正我们在发心上啊，更多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比较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大乘佛教不能够真正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相信中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菩提心呢，是这个大乘佛法的不共的教法。大乘跟小乘的区别，不是在于空性见，最主要是在于菩提心。我们过去都以为啊，你学了哪一个宗派，你的见地高低，其实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你有，就像皈依，你皈依了没有，是判断你是不是三宝弟子的标准。同样，你发菩提心了没有，这是判断你是不是大乘佛子的标准。你真正发了菩提心，你马上就，你马上就是大乘佛子，你就是菩萨。因为我们成佛需要有菩提心的这样的修行，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的修行啊，那我们就不会成佛。为什么？因为成佛要成就的是两种品质，一种就是慈悲，一种就是智慧。而关于慈悲的修行，那就是一定要通过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才能成就大悲心，才能成就大慈大悲的品质。相反，如果我们不发菩提心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成就这种慈悲的品质。所以这个菩提心与空性见，这几乎是大乘佛法的两大内涵。那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修菩萨行。修菩萨行，我们为什么要修菩萨行？我们为什么要修菩萨行？菩萨行它的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个我们也需要思考的。从菩萨道的意义上来说，菩萨行的目标就是成佛。成佛其实也就是成就两种品质，一种就是慈悲，一种就是智慧。所以佛陀就是悲和智的圆满，悲和智的圆满。这个乐子啊，是不可以偏会，如果偏了就不圆满。有智无悲，是名二乘；有悲无智，乃曰凡夫。你只有悲，可是你没有智慧，你不修空性见，那你的慈悲将会停留在世俗心的基础上。没有空性见的慈悲，它永远都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它建立在凡夫心的基础上，它离不开我执。所以观修慈悲，不修空性啊，这个慈悲啊是有限的。同样的，如果只修空性不修慈悲，那就会落入二乘，就会落入二乘，你就会最后就会成阿罗汉去的。当然声闻人他也会修慈悲，但他的慈悲啊，这种悲啊，他是不圆满的，他是没有承担，他是对众生不具有承担责任的。不是说声闻人一点慈悲都没有，这是不对的。他同样也修，尤其是他修树，当然有一部分人修，有一部分人不修了。但是不管修还是不修，其实不影响他成为阿罗汉。但是如果修得好的话，他肯定就会转入大乘，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小向大。所以我们需要记住这两种品质啊，就是悲和智的两种品质啊，那就是要这个，那就是要从修行上入手，也就是成就慈悲，有成就慈悲的方法，训练；成就智慧，有成就智慧的方法。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每一种能力都是训练起来的，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信众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习气，都有自己的性格，都有自己的能力。
有没有能力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实上是信念起来的。修行其实就是一种对心的信念。我们每种能力，我们都要不断的去信念啊，都要不断的信念。第一个
它的内容是完整的。第一个，它的内容是完整的。比如说，我们要成佛，我们要训练哪一些心？要通过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修哪一些法门啊？这个内容必须是完整的。第二个，方法是正确的。方法是正确的。方法如果不正确，啊，你说你修行，你修得认真就好了，可能是南辕北辙，因为你是错误的囚徒啊。所以修行它是一个技术啊，修行是一种用心的技术。那既然是用心的技术啊，它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东西，它必须要讲究很精确。如果我们的用心不精确的话，我们夹杂了很多黄呼吸，我们虽然在训练慈悲、训练空性界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断在成就黄呼吸。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我们的训练不是单纯的，所以需要有正确的方法。然后有了正确方法之后呢，进一步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重复，就是我刚才讲的，摆脱错误，重复正确，摆脱错误，重复正确，摆脱错误，重复正确。我们就不断的这样去做，做1000遍、10000遍、100000遍、100000遍，这样去做。最终啊，就会成为你的串起，哎，就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导，你生命中的力量。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成佛的修行啊，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训练慈悲，一个呢就是训练智慧。这个我们过去的修行啊，更多的人都偏向于空性见这一块，对慈悲的训练比较缺乏。比如说像我们汉传佛教的传统里面，各个宗派在空性见的理论这一块啊，汗流充栋，但是在慈悲的修行的这一块啊，相对薄弱。禅宗的修行也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事实上，见性的是不是就成佛了？当然，如果圆满的见性，那一定是可以成佛的。因为唯佛礼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就是圆满的见性是成佛的。但是如果不修慈悲的话，是没有办法圆满的见性。不修慈悲的话，是没有办法圆满的见性。所以要圆满的见性，一定还是要修慈悲。所以我记得宗大师在《道次第论》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方便与慧成佛缺一不可，修慈悲和修空性啊，这个才是两足尊啊，就是两个脚啊，成佛的两个脚啊，在成佛的修行上是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了方便，因为佛陀他有慈悲，有智慧，有法身，有色身，有智慧之良，有福德之良，这才是圆满的佛陀。如果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完成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从修行的角度来说，那么他一定还是要从这个就是一方面修慈悲，一方面修智慧，所以方便与慧啊，缺一不可啊。因为有了方便与慧的修行，所以菩萨才能做到智不住三有，悲不住二乘，悲不住涅槃。菩萨他有悲和智，所以他能在轮回中啊很自在啊。因为有了智慧，所以面对五欲六尘，他根本就是张不上气，他不会对五欲六尘所束缚、所干扰、所影响。因为智慧就是一种解脱的能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内在，我们具备了这种空性的智慧啊，我们也就具备了生命的自主的能力。
生命的解脱的能力。任何五欲六尘烦恼啊，对我们啊，将会是无可奈何的。那么同时呢，也因为悲，所以不住涅槃，不会想着安住在这种空性的快乐里边啊，想到这种，不会只想着自己在享受空性快乐，他会想到一切众生。当自己得到涅槃的快乐之后，得到解脱的快乐了之后，他会想到一些众生，他会想到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在轮回中受苦，我需要去帮助他。所以菩萨不需要有很多的心，你只要具备这两种呀，这种品质就够了。当然这两种品质实质上来说它也是一体的，它也不是两个东西。那么在传统的佛教正常的修行里边啊，它主要是通过六度，通过六度。所以菩萨道的修行呢，正常的其道啊，主要是修六度。六度的前五度就是方便，第六度就是慧。通过前五度啊，修习大，修习这种悲，修习方便。那么通过慧的这个度呢，就是修习智慧。所以六度它是菩萨道修行的完整的内容，整个菩萨戒啊，都是建立在六度的基础上。就是我们汉传佛教比较重视法王菩萨戒，事实上呢，在佛教里面还有一个更好的，就是更，也不是说更好的，就是更契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根基的戒，那就是一切菩萨戒。一切菩萨戒它整个就是根据这个六度的内容啊，六度四摄的内容啊建立起来的，就是根据六度四摄的建立起来的。所以根据这个六度四摄的内容，就是修行，就可以把我们修到成佛了，把每一步修圆满，比如说把布施修圆满了，这个把持戒修圆满，把忍辱修圆满。如果我们能够把每一步修圆满了，那我们自然就成佛了。什么叫修圆满呢？比如说修布施，准备把布施修圆满了，是不是要布施多少钱才能圆满呢？不是的。如果你能够对一切众生都能升起布施之心的时候，你的布施就圆满了。怎么把忍辱修圆满呢？你没有嗔恨心呢，你的忍辱就修圆满了。你对一切众生啊都不会有嗔恨心的时候，你的忍辱就修圆满了。所以菩萨道的修行啊，它不是抄下的，它是非常的具体，它是确实可行的，不像我们过去大家所说的好像是遥不可及。那么六度的修行只要是帮助我们来成就这两种佛菩萨的品质。那么我发现呢，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它是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成佛的途径，跟传统的讲六度四摄不太一样的一个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贤行愿品的修行在用心上更高明、更善巧、更直接，因为它的境界更高了。如果你能修得起来的话，成佛更快。如果你按六度去修啊，你可能觉得要很长很长时间，可能要三到二十七劫还是多长时间。如果你有能力按普贤行愿品去修啊，那我想继承成佛也不是问题的。因为普贤行愿品它是建立在华严的建立的基础上，华严的建立在佛教里边啊是最高的建立，所以普贤行愿品啊在佛教里边是最高的修行，不管是汉传、藏传、南传什么传啊，
任何高级的法门啊，如果论见地，他都没有办法高过华严，都没有办法高过华严。当然，见地的高也也是一回事，关键我们要修得起来。你修不起来，再高有什么用呢？再高也是没有用。那么普贤行愿品的内容，十大祈愿，我们很多人经常都在念，大家多数人肯定也念得很熟悉，就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造法门，七者请佛助事，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这个意思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复杂啊。第一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礼敬诸佛，就是我们对十方诸佛啊，我们要不要升起恭敬礼拜啊？礼敬之心啊。那么称赞如来，也就是要，当然它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意念如来的功德，要意念如来的功德。我们皈依三宝的，我们有没有想着如来的功德啊？我们要经常要想着如来的功德，意念如来的功德才能够强化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意念如来功德，称赞如来功德啊，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三，广修供养，供养呢就是不管从物质上啊，到这个佛法上啊，这个对佛法身，对三宝，对十方诸佛啊，广泛的修习供养，那么这个只要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积累培养我们的福德，积累我们的福德资粮。那么第四呢，就是忏悔业障，学佛还要集资进账啊，那么就是要忏悔业障，忏除业障。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五呢，就是随喜功德，随喜功德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心量，去这个随喜，就是通过随顺欢喜对别人的善行啊，对佛菩萨啊的功德啊，对遇到一些众生的这种善行啊，我们升起相应和欢喜之心，在这个随顺的过程中啊，同时也引发我们自身的一种善行。我们在随顺别人的善行，同时也能引发我们自己的善行。我们在随顺别人的善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心量，使我们变得有一种更开放的心理。那么这个随喜功德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那么第五，随喜功德。第六，请转法门。第七，请佛助事啊。这个标志请法，请转法门就是请法。我们学法的，请佛助事呢也还是请法，请佛陀不要露面来为众人说法。那么这个过程主要是帮助我们不断的对法升起需求的心，对佛法升起一种强烈的需求的心，然后呢把自己啊，让自己的心跟佛法相应，让自己的心啊融入到佛法中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第六个愿和第七个愿。第八个愿就是常随佛学，这也蛮重要的。我们学佛就是向佛菩萨学习，就是像观音菩萨啊，像地藏菩萨啊，像藏王佛教他们修本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一个自己啊，这个心目中的菩萨，比如说你觉得观音菩萨跟你比较相应啊，或者说阿弥陀佛啊，你觉得比较有缘啊，你可以选择某一个佛菩萨作为你修行的一个模范榜样，然后按他根据他的整个这个人格，他的这种他的整个业力啊，以及他修行的方式，按他的那一套去走。就像我们现在学习普贤行愿品，跟普贤行愿去修行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常随佛学就是跟着佛菩萨学习，哪一个佛菩萨，每一个佛菩萨都有自己成佛的法门。我们找一个跟我们相应的佛菩萨作为我们的模特来修行。那第
纯粹的众生，哎，那就是那就是修菩提发菩提心，修大悲心，哎，利益一切众生，通过利益一切众生的过程中呢，来完成这种大悲心的修持，持普皆回向，就要把一切功德啊回向给一切众生。那么像这个十大行愿啊，这个是普贤的十大行愿。这个行愿呢，我们过去把它称为愿王。我们有没有想过它为什么称为愿王？哎，为什么称为愿王？如果大家读过普贤行愿品的人，我们就会发现普贤行愿品的每一个愿力都是无限，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限。比如说普贤行愿品讲到供佛拜佛，它不是拜一个佛两个佛，而是拜无量无边的诸佛。哎，在拜佛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把佛菩萨观想成无限，不仅仅是以无限的诸佛菩萨作为所缘的对象，同时也要把自己变成无限，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变成无限。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礼敬诸佛的修行，哎，就是我们要观想这个宇宙中有微尘那么多的诸佛，微尘啊，那么多的诸佛，每一个诸佛的面前都有一个我，都有一个你在拜，然后每一个你又在拜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存在，那就是一种无限的存在啊，你的存在跟佛菩萨的存在是没什么两样啊。那就是无限，在空间上它所展现出来是无限，哎，那么在这个时间上每一个愿力啊都是尽未来际，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愿力无有穷尽，念念相继无有间断，生以意业无有疲厌。我看世界上的任何海誓山盟啊，跟佛菩萨的愿力相比啊，都显得微不足道啊。哎，无限，因为他的每一个愿力都是无限，所以称为愿王，称为愿王。那么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行愿的修行啊，其实呢可以把它归结为两个内容，这个两个内容也就是善求下化，善求佛道，下化众生。哎，善求佛道就是从善求佛道，主要是以三宝的功德，意念三宝的功德，称赞礼敬啊，三宝的功德为对象。所以普贤行愿品的修行啊，我觉得它是最好的三皈依的修行。哎，我们现在在各地都在提倡皈依的修行啊，皈依共修啊，修皈依，皈依了之后，很多人说皈依了就完了。皈依完了之后，三宝啊，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没有多少地位，佛法对我们的人生没有多少影响。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把皈依看清了，我们皈依了之后，我们没有进一步的修。其实皈依可以修到成佛，皈依的修行啊，它可以高不见底。像我们汉传佛教的禅宗的修行啊，藏传佛教的大圆满的修行啊，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满的修行，其实它也是建立在皈依的修行的基础上，也是以念佛念法念僧，也是离不开
开念佛念法的修行，意念就是意念佛菩萨的功德，称赞佛菩萨的功德。普贤提念品的修行，事实上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不断的通过意念佛菩萨的功德，称赞佛菩萨的功德，然后呢模拟佛菩萨的功德，意念佛菩萨的功德，称赞佛菩萨的功德，然后呢临摹啊，模拟佛菩萨的功德，通过这种方式啊，来完成我们的这种智慧的成就。通过意念佛菩萨的功德，称赞佛菩萨的功德，模拟佛菩萨的功德啊，来完成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智慧的成就。所以这是有关于修智慧的这一块的。那么像第八恒顺众生呢，就是通过修慈悲心发菩提心，修恒顺众生。那恒顺众生一定是要建立在，当然十大行愿都是要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菩提心，你是没有资格修，没有资格修十大行愿的。那尤其像恒顺众生的修行，那他更离不开菩提心，通过修菩提心、修大悲心，然后来完成这种慈悲的修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过的，世上成佛的修行不外乎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修智慧，一个是修慈悲。那么关于修慈悲的这一块，我觉得普贤行愿品啊，它并没有多少特色，恒顺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啊，这几乎是大乘经教的，都是这么讲的。那么修智慧的这一块，普贤行愿品的修行啊，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它是建立在就是通过意念三宝的功德，称赞三宝的功德，模拟三宝的功德，来完成这种智慧的成就。我觉得这个用心啊是非常的高明，就是临摹，很简单，就是用我们的心通过想象来临摹佛菩萨的心，通过想象来临摹佛菩萨的心。我发现佛教里面讲到这个观音止观的修行，事实上它不外乎关于观的这一块，它有几种方式，观想、观察、观想修、观察修、观照修。观想像观察修，道次第论采用的就是观察修。观察修只要是利用我们人的思维的能力，在座的有没有人不会思维啊？我看没有人不会思维。这个思维修的原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就像我们有一天有一个人骂我们一句话，我们听到之后有一点点不高兴，那不高兴了之后呢，你就开始在那里想，当然你开始只有一点点啊，只有一点点不高兴啊，然后你就在那里想，哎呀，这个人啊，哪天做过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哎呀，这个人哪天伤害过我吧？你就在那里不断的想，不断的想，想到后来啊，怒火三丈，你要去找这个人算账。那么我告诉大家，这就是观察修，很简单吧？如果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有这种经历，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观察修。就像我们通过念死如常啊，帮助我们活得这种迫切的修道的心，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观察修，你想到死，想到死，想到想满，想到人生难得，不断的想，不断的想，不断的想，想到后来你觉得，哎呀，我不修行不行了，可能明天就要。人命无常，人生难得啊，这是一个观察修。所以观察修其实不一点都不难，它就是通过一种思维想象帮助我们来
完成这种内心的调整，修行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不断的调整内心的过程。那么我再告诉大家，这个观想，观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大家会不会想象？会不会想象？如果你有想象力，你就会观想；除非你没有想象力，只要会有想象力的人，就会观想。如果通过观想啊，对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影响。这是什么道理呢？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勤能言语出西施，这就是一个观想修，这就是一个观想的修行呀。就是尽管这个西施是这个。勤能想出来的，但是你所想的这个境界啊，对你的内心会产生影响，会不会啊？会不会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个境界是从哪里来的呢？境界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事情都有多方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从来看事情都不是单一的，我们所看的事情啊，从来都不是真实的限量，我们所有的看的事情啊，都是被我们的想象加工过的，只不过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你想什么？你怎么想？这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因为我们过去一直在无明贪嗔痴的错误观念的支配下，所以我们的想象从来都是充满了无明的色彩。可是我们感觉不出来，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总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千真万确。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千真万确。为什么？为什么觉得千真万确呢？因为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因为我们从来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我们每一个人都戴着一个眼镜，知道吗？其实我们生下来就戴着这个眼镜，不是你们后来配上啊，这个不一样哦。这个眼镜如果是绿色的，你看到的景象将会是绿色；如果是这个眼镜是红色的，你看到的景象将会是红色的；如果你戴的眼镜是黄色的，你看到的一切景象将会是黄色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戴的眼镜，你不知道你自己看过的影像是被你自己加工过的，所以你才以为是真实的。如果你知道你所认识的一切都是被你的认识处理过的，都是你的认识所处理它的，那你就不会上当受骗。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运用我们的想象，只不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没有用好，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运用想象。我们修行啊，我们也还是要运用想象，因为我们想象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我们通过想象这个境界来改变自己的内心。你想到这个人对你很好，你会想得满心欢喜；你想到这个人跟你过意不去，你会想得火冒三丈，是不是这样子啊？这种它都是在我们一念之间，你觉得它好，你觉得它不好，都是在我们一念之间。关键是在我们是如何的去想。所以想象的境界是真是假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对我们的内心会产生影响，是不是？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二点，一切唯心造，所有的境界都是我们的心的显现，我们心
声音啊，有能力创造一切。若能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我们的心有能力创造一切，有能力创造义，有能力创造三个道，也有能力创造诸佛国土。所以我们想什么，只要我们不断想，不断观修，终归有一天会成为事实。你现在在想的时候，尽管是一个妄想，但是有一天会成为真实，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呢，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修行啊，它最主要就是利用我们的观想的力量。这种观想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这种有限的凡夫心。我们凡夫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很多的心念。我们每一个进去，我们的每一个心念当它活动的时候，就会就显现出一种相应的对象。所以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人和所的世界，在这个人和所的世界，我们会产生一种我执的法执。因为有了这种我执的法执之后啊，我们的心啊就陷入到这样一个由这个我和法执啊所形成的一种心念中，在这个心念的相续里边啊，我们就远远都没有办法从这种二元对立的这样的状态里边走出来。所以使我们变得，我们的心本来应该可以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的。因为是在某一个生命的层次，我们跟十方诸佛菩萨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呢，因为可是不现，我现在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陷入在凡夫心中。我们生命所显现出来是凡夫的状态，所以使得我们变得很渺小，就是我们很可怜。如果我们不满意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我们必须要突破它。怎么突破？那么普贤行愿品的观修，它就是帮助我们通过这种观想的力量，通过这种观想的力量来完成这种突破。我们讲到，比如说我们修离境诸佛的时候，我们要观想，就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拜佛了，不是拜一拜两拜，也不是拜一尊佛两尊佛。而是拜尽虚空遍法界的诸佛。我们要想象的宇宙中每一个微尘都是一尊佛，每一个佛的面前都有一个我在拜，而每一个我又在拜无量无边的诸佛。你想一想，如果从积累资粮、福德资粮的角度来说，当你拜这一拜佛的时候，他能够成就多少功德？如果我们心目中有一尊佛，我们拜一拜佛，我们只能活在成就一礼拜一尊佛的功德。可是我们现在拜的是无量无边的诸佛啊，而且有无量无边的我在拜啊，那你能够成就多少功德？所以我给这个普贤行愿品呢，这个一个定义，就是从这个培养福德的角度来说，我有一种说法。我们现在不是在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我们不是说科学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是吧？有这个说法吧？那科学的确是第一生产力哦。你想一想，以前啊，一个农民能够种几亩地啊？一个农民能种几亩地？种个两三亩啊？多少亩？了不得了。可是现在国外的一个农民可以种几百亩啊，甚至更多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电脑处理问题，这就是一个科技的作用。那么同样呢，我给普贤行愿品下了一个定义是什么？普贤行愿品是成果积累资粮的第一生产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有哪成果的资粮。因为我们如果用有限的心去积累资粮，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有哪成果的资粮，因为有限不能完成无限，再多的有限加在一起也不能成为无限，再多的有限啊，加在一起啊，
也不能成为有限。如果你用有限的心去修习成佛的修行，想圆满成佛的功德啊，那个永远都做不到的，门都没有。可是如果我们以无限的心去积累成去修积累这个成佛福德之粮，那我们当下就是当下就能成就无限的功德。然后我们做的是一件事情，难道我们拜一拜佛，为什么任何一个有限加上无限，它都是无限的，大家要记住，任何一个有限阿弥在无限的基础上它将会成为无限，任何的有限跟有限再多的有限加在一起都是有限的，但是任何一个有限跟无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下它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任何一种这个善行，任何一种这个礼敬的行为、供养的行为，我们只要建立在无限的基础上，它都会成为无限的行为。就像《金刚经》里面说的，如果我们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去修布施啊，那我们的功德将会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因为如果我们不住色身香味触法修布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有限的心，而我们的有限的心啊，所修行哪怕是一件非常渺小的行为，他所成就的功德都像虚空一般的没有边际。所以说普贤行愿品里面任何一个福德的善行的修行啊，当下就是智慧的修行。因为这个无限的心它就是我们智慧的特征，就是佛菩萨的智慧的特征，也是我们修行所要成就的那种智慧的特征。所以我们通过观想的力量，我们观想诸佛菩萨，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我们每拜佛的时候，我们观想着净虚空变化的每一个微尘中啊，都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然后每一个诸佛菩萨面前都有一个我，然后我呢又在拜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那么请问大家，现在我们的存在是有限还是无限？我们的存在是无限的，有限是人设置起来的，无限也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因为生命的当下本身就是无限的，所有的有限都是我们设定的。比如我们在这个世界，你说地球最初形成的时候有没有国家之分啊？有没有民族之分啊？有没有你我之分啊？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地球最初形成的时候，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么后来呢？因为人类有了这种我执啊，所以呢才开始有中国啊、美国啊、什么新加坡啊，还有很多的国家、民族、语言、阶级、身份，这些东西世界本来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啊。事实上都是人的意识强加上去的，我啊你啊，我的家庭啊你的家庭啊，我的公司你的公司啊，我的身份啊你的身份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人为的设定，客观上是没有的，在空性的本身是没有的，在诸法实相的本身。我们学佛，我们所要做的无非就是把我们的这些错误的设定彻底的取消，把它弃掉，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成佛应该也不是件，不是说我们去创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把我们加上去的这些东西撤掉。当然还不是这么简单，光除了撤掉以外，因为我们这种错误的设定啊，因为这种错误的东西还会形成很多错误的心理、黄图的心理，然后还要进一步把这些黄图的心理给瓦解掉。我们学佛无非要做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普贤行愿里面观修啊，它就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通过这种观想的力量，强烈的突破这种设定，强烈的这种突破这种有限的心啊。当我们做这样一种观想的时候，我执它就找不到着落点。如果你的所缘对象是无限，你的我执是没有办法设定的，你没有办法把整个虚空进虚空片化的自以为是我，你没有办法执着虚空，你没有办法执着一切。你可以执着一件事情，你可以执着两件事情，因为我们凡夫心的所缘它从来都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执着一切。所以当我们的心呢，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想象力啊，去观想这种无限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跟佛菩萨的心啊，它的特征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当然你需要做不断的信念，你要反复的信念，而且要把这样的一种观想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那你才是真正跟佛菩萨一样。如果你只是偶尔观一下，那更多的时候还都是在这种有限的心里边，那你还是你，我还是佛菩萨，还是佛菩萨，那是两码事的。所以呢，这种观就要积极做。所以我在这个弘扬普贤行愿品的过程中，我发现为什么普贤行愿品汉传、藏传很多大德都那么讲究，那么重视，我觉得他的奥妙到底在哪里？我在这个弘扬的过程中呢，休息的过程中，我终于发现了它的奥妙。是在修行上来说，它是更究竟的，更究竟的。所以，从这个积累资粮的角度，集资进账的角度来说，普贤行愿品啊，它是一种最好的集资进账的方法。同时呢，它本身也是一种最好的成佛的修行。所以普贤行愿品一方面帮助我们直接的去临摹佛菩萨的品质，就是这种智慧、无限的智慧的心。我们只要不断的下去做。我觉得能做得起来，不是做不起来的，完全能够做得起来。而且当你做出来之后，你会感觉到这种力量，这种无限的这种力量，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绝对不是一种虚假的想象。那么另外呢，在恒顺众生的这一块，那就是帮助我们修这种大悲心。所以普贤行愿品就是通过要恒顺众生。当然有人说恒顺众生怎么恒顺啊，是不是众生有什么要求我都要满足？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在一切实际的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定义，就是说恒顺是有前提。比如说这件事情对众生能够给众生带来安乐，同时又能够给众生带来利益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恒顺。如果能够给众生带来利益，但是不能给他暂时带来安乐的，我们还是要恒顺。如果呢，仅仅给众生带来眼前的一种满足，但是不能给他众生的这个生命啊带去这种正面的意义，甚至会有负面的意义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绝对是不能随顺恒顺。就像没要吸毒啊，没要干坏事啊，因为众生很无明，他的要求很无理，不能因为他有什么要求你不要恒顺，这是不对的。真正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你就要恒顺。所以普贤行愿品的修行，它是以众生为中心，众生欢喜则诸佛欢喜，恒顺众生就是恒顺诸佛，供养众生就是供养诸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诸佛众生比诸佛还要重要。对我们的修行，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朵，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朵。那就充分说明了众生在我们的成佛中呢，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像树根跟花果的关系，没有树根，没有阳光，那也就没有花果。同样，如果没有众生，也就没有诸佛菩萨的大悲心的成就。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等正，无上菩提。因为成佛就是成就智慧，
呀、啊，那就离不开众生，成就慈悲呢，离不开菩提心。所以呢，这个大乘菩萨到来修行，我觉得行愿品啊，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究竟的，非常圆满的一种用心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按这种方法去用心啊，那我们的修行啊，将不会是一件不会了然的事情。就是菩萨道的修行啊，将会成为一种非常可行性的，就是那么因为这个行愿品呢，我们很多人都在修学，那么今天啊有这样一个因缘，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啊这个这一两年这几年来对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修习啊有一些体会，提出来啊和大家分享，希望呢能够对大家